你教一下河南妹三只呢<笑>啊这个就算了啊大哥。啊要放的。要放哪？肯定要放，等一下先煎一下，先煎一下啊！拿一点泥鳅，明天吃。叫了有见面礼，叫了有见面礼。河南妹妹好漂亮，河南妹妹长得还可以吧？河南妹妹如果早点玩抖音，2019年的时候玩抖音，哦，2020疫情的时候玩抖音，那就挣钱了。以前那些跟我一起打很 PK 的都赚到钱了，现在不好搞啊。你看我现在就是我开不晚，对，你早点玩，早点玩抖音就赚到钱了。你看以前跟我用那个叫谁，那个叫哪里的啊，大脸妹，我靠，你也跟我专门玩打很 PK 的，他后来就是专门打那种物资的，打物资啊，打腊肉，打华子。你也大哥多对啊，现在就不行了，现在经济不好，但是有钱的大哥还是有的。有钱大哥还是有的，只是没有那么多了。还有几条牛鸡明天吃，明天刚好吃这的。小明又抓鱼了，这个是昨天啊，今天早上抓的，今天早上抓，收完地笼就出发了嘛。还有十几条，你就明天留着明天吃。留着明天吃，我那个桶里面还有鱼啊。烤点火锅吧，简简单单煮一下就行了。直接火锅。直接火锅简单点，焦了，好水。
瓜头里。炖起来也很鲜那种啊，往里大蒜汁。冬瓜可以，冬瓜搞点辣椒，今天路上搞了点辣椒，拿辣椒快烂了出来吃，只来点辣椒。可以洋葱啊，中午饭，晚饭完了再开播吧。洋葱，辣椒。神仙水三线搞的，香菜的东西，五块就可以了。